我们的水帘洞瀑布，你在这边潜水进去，按里面就像一个水帘洞，然后这个是早期是一个南沙坝出来形成的一个瀑布。蝙蝠有二三十年不曾看过了，很多人早期都在这边做，那时候这边的地方是没有做这个平台啊，平台做下去的时候有做一个保护的时候，我们后面的平台呢本来以前都是泥土颜色，现在做下去之后呢，把它增加一个绿油油的在这边，它一个蕨类的好青苔类的就在这边，然后呢我们最主要的什么是一个指标回来是吗，蝙蝠回来哈，蝙蝠在那边好在山顶那个洞顶上，那个蝙蝠呢是一个指标，来了这么久了，这次看到，去年还没有看到这个蝙蝠，今年来到这边居然看到一堆蝙蝠在这边，相信这个蝙蝠呢，慢慢的会再回来这边，所以这边的生态做好了建设下去之后，生态就回来了。